咱俩来拍个照片。现在在颐和园，这好大一个湖。一二三，茄子，值吗？值吗？哇塞，还值吗？你看这湖好大哦。嗯。今天天气太热了。那么多钱，你看真的啊。老婆说这得走一天都走不完。今天那个天气虽然热，但是视线很好，很适合拍照片，蓝天白云的拍视频也很好看，颜色。这有一池莲花，观赏性的莲花，这种莲花是不长藕的。往前走啊！哎呀，这里好多小姐姐们拍照片呢。你拿进去了？好漂亮！哎，这个人也太多了，去哪儿都是挤呀、啊。皇帝的后花园，当时修建的时候，可能万万没想到有一天会这么多人过来他的后花园玩。后来是皇家贵族私人享受的地方。现在大家想来就来了。本来是跟我们老百姓不相关的，现在老百姓也能看了，到处都是人。这人太多了。哎呀，稍微休息一下，这个挤得有点晕人，太晕了。好多小孩啊，下面有很长很长的鱼，不知道什么鱼，什么鲫鱼啊？平民昨天肚子吃坏了，拉肚子，今天人不舒服，我们不走，老爸也不走，所以现在他们在这等着我们。老爸还说怕自己一个人走丢了，我跟他说拿着手机的打个电话不就知道了，他说他怕他自己走丢了。我们不走他也不走。我们打工人还丢的。太多不是丢过一会儿，丢过不行，我都炸响。先到。把你丢到北京，你行不行到回家？不行不行。行到张开。张开行不到，不然不能行的呀。我大概十年前来这的时候没有这么多人，现在真的是人好多呀。不过这里还挺凉快的。你看，让凉快，你了解哈。这里好多大树。今天的云朵真漂亮，像棉花糖一样。这个湖里面没人钓鱼，也没人捕捞，这里面肯定有大鱼。我真钓，真钓，知道钓蚊子。又挺深的这个水。圆明园，这是圆明园遗址，看这个被摧毁的断壁残垣，能搬走的都搬走了，搬不走的就留在这儿了。这以前都是皇家的后花园。今天还好，挺凉快的，没有昨天热，昨天太热了。三一二三，一二三，皇家园林真的挺可惜的，如果能保留下来真的多好呀。我们现在都看不到完整的，只能看到一片废墟。还有口面，你看到口面，老爸又在拍照片了。好可惜啊，去吃的。老爸一直说太可惜了。这十二神兽当时好像还拍了有一个电影，成龙主演的，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过的。本来是长这样，现在只能看到这些合成的照片还有书稿图。掉的好
好细致啊，上面的毛发都掉出来了。石鱼，这都是琉璃艺术品，古代的这些瓷器啊、工艺啊，这些工匠师傅们的手艺和耐心真的是极高啊，这就是匠人精神，都值得学习，挺佩服他们的。你看这上面这花，这个叶子多漂亮啊，简直是栩栩如生。古代的时候这个砖你看，还有我们爬长城的时候那个砖用了几千年都没事儿，我们现在的砖风吹日晒就化了。看这是一个迷宫，看能不能走到中间那个亭子。再往前走，里面快新了，好漂亮，像一把大伞。哇，好凉快啊，这上面。进来了，进来了。拍个照片，留个纪念。老爸好无聊，他把这个迷宫里面的路全走了，就一个口可以出来，也可以进去，其他的都走不通。这个迷宫，这个大门是走不进去的，只有旁边那个门能进去。那个门有两个口，一共是四个口，所以有25%的概率可以成功。我们运气好，一下就走到那个中间那个地方了。好多人走不进去，他就转了半天，他就不转了，呵呵，不看了。这都是我们以前。一大片荷花，老爸说他没看到过黄鱼。看到红的、黑的，来来来，金灿灿的。哎，我去，鸭子那啥哈，好，你跟着我鸭子哈。鸳鸯说成鸭子，看这个鱼都有灵性的，它跟着人跑的，它知道人会给它投食。好的。人走了，它也走了。这边好几个小天鹅，小天鹅了。今天天鹅，应该有。大鸭子。别一听我的话，直接冲你往里面走。你好。你往里面坐。没有。嗯。放那盯着你。好帅，现在回去喽。